我的座右铭是 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你认为你行，你一定行。他是开一个店面的经营模式，所以他当然技术不传外人。那我跟庄总在一起，我们研发了这么多的产品出来以后，我们最主要是要企业化经营，所以我们希望把事业能够做大。所以为什么甚至有专业的巡回服务车去帮客人服务，就是这样。那过程中，因为我们研发了很多的新款的衣服出来，好，连新款的罩杯整个就跟传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当然就会要求我妈，就是说让我放手一搏，放手去做，然后好好的把这个事业做起来。我们现在这十几年来，我们都是往健康的方向去努力去研发，所以说跟时下的这些弹性的塑身衣只能够雕塑身材上面落差就越来越远了。